餐厅这边他又有一个婚庆，他会帮他处理完。新娘子演奏完毕以后，我们就换第二套服装。我叫月燕霞，大家都叫我月儿。我来自四川遂宁，来台湾已经快十年了。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婚礼场控秘书，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，因为这份工作可以为别人的幸福服务，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幸福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。